手放下，不要站起来，不能站起来。三个字。站起来我会点你哈，来，一二三。那个，刚刚有没有点过你那个红色帽子的？没有点过你哈，因为你的速度真的是蛮快的哦。好，来，请问。哎，布谷鸟，恭喜你答对了哈，布谷鸟，嘿。好，恭喜您，工作人员，把您。好，再来，还有几题啊？但超过的话就完蛋了啊！来来，还有几个？好，这是第七个。还有六题啊。好 ，Lucky Seven， 我们这样子哈，再选一下后面的，好不好哈？再选一下后面的哈。好，这一期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娶了盛怡，讨了老婆，猜成语一句。Hello， 等一下。手放下，手放下，我要看到谁举得比较快。当我喊到三的时候，我要看到你的举手。三。你这样子，那个太厉害了。有一个牌子啊，那个牌子，那个牌子是谁？那个啊，穿黑色衣服的哈，麻烦你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小师大。哎，小师大，恭喜你答对了。哦，答错了。不算，答对了。小师大，好，一小师大哈，好 ，OK， 你那边有牌子啊，好，谢谢，麻烦你到这边来报道。还有五题啊，来再来，这题是叫做寺中老和尚无钱要自尽，猜一个字。我这一区好不好哈？我来这一区了哈，这一区哈，我是看速度的哈。好，当我喊到三的时候，麻烦请举手哈。当我喊到三了，来。一二三，不是那一个，这个，这位穿灰色的哈，大声一点，什么字？他说正常的长，正常有点不正常，对，没错，长。好，恭喜你。好，来麻烦你传递一下，第八个喽，好，第八个，是哦，刚刚都没有，对不对？能装铁盒缸，猜日常用品。等一下哈，我请那个元宵主办师来一下，因为哈，这个我点太多会有争议，我们请总干事来啊。好，您这样子哈，看过去，待会来一个举手最快的，麻烦你。是，好，我们待会有三个机会，好不好？三个机会，都左右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，我数到三哈。题目是题目讲过了啊，题目讲过了，都准备好了，通通都知道答案了。总干事这边先请哈，我数到三哈，来，一两三，开始后面那个，站起来了，你有举手，好，有意见了，两只手的这一位黑色衣服的，一个矿泉水，一个单纸的哈，这一位，好，麻烦你。对了，哎，好，麻烦，恭喜您，这边来哈。来，我们了，我们还是要听话哈，坐着让总干事能够看得清楚。你站起来哈，总干事待会站起来就不要点他了，就是坐着的哈，坐着有听话的好不好？啊，好，现在是第十题了哈。生的是一碗，煮熟是一碗，不吃是一碗，吃的也一碗，猜动物名。好，来，再一次手放下哈。当我喊一二三的时候，赶快来三。拿棍棒是，等一下，哪一个？黄色衣服旁边是那一位戴帽子的是吧？田螺，恭喜你答对了。好，田螺哈。好，恭喜你，马上到我们庙里面来报喽。好，再来一个啦哈，他们说他们都没机会，总干事。好，现在是第十一题。好，第十一。对。好，我们有十五题哈，总共有十一题。猜成语一句哈，十拿九稳。好，十拿九稳的哈，总干事来这边请的哈。当我讲到三的时候，麻烦你赶快举手，一二三。
错了。你打错了，有机会再来。好，还是一样这一局来好了哈，陈老师来，来一样喽，石头生了哈，叶赛。这位呢，娃娃的弟弟来，请说答案是什么？一无可取是吗？恭喜你，答错了。答错。有这么难吗？有这么难吗？总干事，他们都答错，他们都答错，所以要换位置。来这一局。总干事哈，要来说一二三了哈，这个问题哈。好，这一题非常的难，来一二三。好，拿饮料这一位。请到庙里面来。好，谢谢谢谢我们总干事，谢谢。是啊。还有几题，再确认一下。还有。十二个了哈。十二个哈。现在第十三题。好，我们现在还有。第十二题。这第十二题啊。好，这一个也是猜一个字哈。下午才说话，猜一个字。来，理事长，务工业的理事长来哈，麻烦你一下哈。坐前面啦，啊，坐前面来哈，我们好，手放下，手放下，请坐下。当我喊一二三的时候呢，由我们的立上来选择啊，来，一二四，哪一个？恭贺新喜这个。恭贺新喜这一位是吗？好，请说。许，恭喜你答对了。好，恭喜你答对了。来，我们请到庙里面，庙里面的报告。第十三个，请到里面报道哈。到里面报道哈，来再来第十三。来第十三。